着陆喽！算法相信摩卡吃的。居然带的是复苏，别怕，罗 Q， 无鬼啊，那个电影了，没躲了就只能这样跟他 A 了。被吃惊艳了，应该。就和游泳一样。还行吧。但为了升个四级，不然感觉很亏。打不过呀，落地生死劫，学个 W， 各位，学 W， 哎 ，W 扣带走。很随意的击杀，阿卡丽宛如一张白纸一样。想看戏法吗？他就在这杀我，但是我一落地一瞬间升个级，加点血量。他直接就懵逼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升的也是这个 W， 但是正常要主 E 的，因为上一波 E 已经用掉了，就主 W， 没问题。带走，帅！我们这一波双 buff 别提多爽。无意啊！上一波是临时学的 W， 我觉得破邦肯定要来刷这个河蟹，那么我去找他的话，他这个很危险。啊、很难受呀。烫死 ，OK， 一起来直接走，有没有打野心态直接崩？冰的话得吃了，没办法。但主要打野能补到的话，我能接受。没亏多少，铁魔还知道骗他这个这场骗他，想看戏法吗？他应该也六级了。
没烫死啊。哦，肯定没闪。Q 一下，一起来，这波就还行啊。剑魔大灭加那个四十千，你回一口还是可以的呀。我们无敌了，这把。线又亏了，怎么是回推线啊？推过去了。别怕。中，绝对准。哎，再猜一下应该没问题。这鲁登这么贵呢，少300块，最后这把剑也不够呀。想到办法了，想到办法了，这就是我的办法。本来想刷 F6 的，看到破本王一起来，直接一闪他，做一个临时的反应啊。如果这一波一我们不叫一闪，就要被破本王给杀掉了，就说直接一闪。踩到破本王他是必死的。一个高手就要具备有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，看到他在刷就果断一闪。信号点一点，人呢？下去。零杠四已经不值钱了。我刚才会在抽里面。这有沙漏呀。带走350块，别买了，我的灵性猎手多无敌，你们敢想吗？396的衣服，不敢飞下来。是啊，疯狂的走位，我靠，快被他给压了，问题不大。得快点拆，他们出来了。
大鲨鱼，不干了。阿沙城还可以。 把中东炮都先吃了再上去，比较好。 我的这个约人跟我的人马比起来怎么样？你有看过上马人马的评价一下？一票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他没有分离子，更好杀我。电魔踢上来干嘛？电魔踢上来有点亏。 带走了。再吃一波，现在去。 这边能摩甘娜呢？请问，走了。快，我们走。上次中局我们秒表没有放的话，可以直接合成巫妖了。这边魔抗一时半会也做不出来，很难做得出来。 杀戮呀！还有大，准备，带离，带走，E就别放了。如果放这个E的话，可能会被莫甘娜杀戮给躲进的。所以这一波就直接用平A把他 S。 拼 A 出来他的杀戮之后，我们再用E起来做死他也是可以的，一定不要用 E 把他杀戮打出来，用 E 把他杀戮打出来，我们后续没有技能，不太稳。哎呦，我怎么被他给大招减速了？我操！你算不上什么条。可恶，没打好。哎。 来这个吧，还是要有杀戮的。下一波把这个秒表用了。别动！我操！
给对面来个痛快的吧。开杀喽，卢登！非得让我死吗？哼！